我是一个新加坡的注册建筑师，从事了室内设计30年了。2011年的时候，在香港设立了我自己的精品室内设计公司，专门为有要求的高端客户，设计师、艺术家或者是艺术收藏家，设计他们的特色项目。我们用心去聆听客户的需要，尽心去完成他们对于空间的追求。利用最新的科技，为我们的客户去打造最舒适的环境。在工程入边，项目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我们非常珍惜客户的资源，力求将项目管理优化到极致。设计的核心是人，我们一直致力于赋予空间生命。零至使用者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素，改善他们的家庭关系和享受温馨的家庭时光。Rita 呢很懂得我们的这个意愿，所以 Rita 也是很好的设计师。你将一个梦境讲给一个设计师，设计师可以将它变成一个现实，这个是最难能可贵。Rita 呢，他听完我们的东西之后呢，想我们心中要求也做到这个效果出来。我们现在 Rita 和我们做的设计呢，真是独一无二的，可以这么说。